내 전에 있었으면 지금 고쳐 의미가 있을지 모르겠으니 진짜 이제 나의 중도가 들려요. 가만히 있어. 고마워할 수 있다니 저 이게 너무 좋다. 구구구 쇠구 欢迎大家来到极乐世界。人类，快放开我！控制不了爸爸是谁啊？爸爸是交通部长。哎呀，交通部部长啊，好怕呀！管你是谁的孩子，统统都要听命于我。不听我的，这个死路一条！我已经在你们身上打入这个微型炸弹，只要我不爽谁，一按遥控器，那人的身体就会炸开，整个五福六脏就会飞得到处都是。 光说就好兴奋，为什么？就凭我现在是主，而你们是等死的。是谁？我们得罪你什么了吗？要是得罪你，那我再也可以不是一次了。得罪？何止得罪，还觉得好玩呢。好了，我刚在你们面前放了把小刀，想逃命的话就向前拿吧，我还没说开始，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那一把小刀，而你们的逃命机会就只有一分钟，要是没能成功，你们之中将会有一个人被炸烂。 好了，一分钟到了，你们之中将会有人，会是谁呢？ 我命令就擅自行动，刀子没了。好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们这次来玩剪刀石头布，赢了的就可以走出这个房门，输了的就要接受惩罚。你们的命运就在你们的手上，剪刀石头布。再来，剪刀石头布。 为什么？
我吃。